大家知道，马德里不是乡村田野，而是西班牙的首都。这个月竟然来了一群羊，穿越了当地繁忙的街道。原来是西班牙的牧羊人正在进行一项超过800年的传统年度大迁徙。羊咩咩塞满街道，成为马德里的一个特殊风貌。牧羊人领着数千头的羊咩咩穿过马德里市区，要迁徙到西班牙南部的冬季放牧场去。从前马德里只是个乡下农村，由于这个迁徙活动已经是当地传统，尽管马德里已非乌夏阿蒙，即使历经了超过800年的时间，牧羊人依然被允许着沿着一条穿越今日首都马德里的路径驱赶羊群。他们穿越了马德里的阿尔卡拉街，通过了知名地标西贝勒斯喷泉，也给了游客一个机会，一睹这个城市不同的风貌。Primera vez que venimos y nos ha encantado, realmente. Es una oportunidad especial de ver tantas ovejas en la Plaza Mayor y recordando tradiciones antiguas. 有一些羊则是边走边吃，品尝着马德里的街头美食。他们一路轻咬围篱小树和街角的植物。许多围观的群众都很开心，有这机会可以近距离观看这些动物，并且趁机一起拍照。农民们把这个一年一度的大迁徙称作游牧，他们想要延续这项古老的放牧和游牧的权利。La naturaleza consiste en nosotros en buscar pastos. O sea, ahora en la alta montaña nieva y hace frío, los pastos ya se empobrecen y hay que buscar pastos en Andalucía. Para las bellotas, hierba fresca ahora.在西班牙境内，农民们拥有12万5500公里路径的年度迁徙使用权，而现在每年都有上百万头的羊咩咩走在上面。